这个是今天晚上的菜，这个是那个香椿煎鸡蛋、凉瓜炒肉，还有老唐今天下午在那里串的那个，这个是啥来着？那个蒜苗炒香猪肉。这里是煮了一个汤，这个汤要放小火不？放小火在哪里放啊？在这儿，放小火。暖和了呀，我觉得今天一点都不冷，没有昨天冷。这个还要吗？这个还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。什么东西？这个。豌豆。不是你的。几天了？吃剩菜对身体不好。过几天谭妈跟我们去桂林哦。去吧。你要不要去？我不能去啊。这个好冷啊。直接切了放下去煮啊。好，煮一点的。这里好像都喜欢这样子吃这个豆腐。嗯，是现在都要求。嗯。为什么现在才要求？那是去年春节。发生一件大事。哦。我就要求是办签证。那伢都没敢跟这个片都滚。嗯呀。闭嘴。没敢。闭嘴！你太吵了，你也太吵了。这个是公的哦，这个公的大好多呀。是是。这个母的小好多哟，你这个母的更小。是是，我知道这个会抓老鼠的，特别坏呀、啊，大大的老鼠都抓回来。嗯，它怎么叫的呢？这两个一天到晚都叫。平时给丢东西给它吃，它都不吃，给两个母的吃。哦，受不了了，知道照顾老婆。是，这个可以的。跟小布丁一样，跟小布丁差不多。都是疼老婆的病，嗯，你这个疼老婆，我可以。看它叫都不叫哦，只有两个猫就好吵，这两个猫一直叫，又不抓老鼠，嗯，两个母的比较懒，公的勤快，是啊是啊。